想象图，环球网军事7月24日报道，美国媒体近年来不断渲染中俄高超音速导弹威胁。Next Big Future 网站22日为美国海军应对高超音速武器大胆支招，既然拦截不了这些导弹，美国海军应该学中国造人工岛基地，他们将成为无法被击沉的航母。报道称，目前没有国家能有效拦截高超音速导弹，也没有相关的拦截系统，处于开发中或接近部署。而英阿马岛战争表明，如果没有有效的反导系统，现有的海军舰艇很容易被击沉。虽然美国正试图在两年内重新开始测试高超音速导弹，但美国获得高超音速导弹也无法保护美国航母或其他舰艇免受中俄导弹的袭击。报道称，受到这些先进武器的威胁，美军舰艇只得在远离敌方导弹阵地1000到2000英里之外行动，美国军机也需要在日本和韩国等盟国的机场或在加油机支持下行动。对于美军而言，拥有更多的机场和基地是战力的有效保障，相比容易被击沉的军舰。报道认为，中国建立人工岛基地的战略可以说是确保力量投送的有效策略。这些岛礁不会像军舰那样被导弹击沉，而且它们比军舰更大，还可以将武器藏于地下，避免遭受打击。报道建议，美国也可以像中国那样打造一支超级疏浚船队，帮助盟国在南海等关键地区建造人工岛屿。不过中国专家表示，这个建议大概很难被付诸实施。尽管岛礁确实很难被击沉，但是人造岛礁面积通常较小，岛礁以及岛礁上的武器装备很容易被识别定位，如果没有完善先进的防御体系，击毁这些装备要比发现击沉水面舰艇更容易。美国舰艇如果防不了高超音速武器，美国部署在岛礁上的武器也防不了。另外，这些岛礁无法机动，不能跟随航母奔赴战区，美国海军帮盟国建岛礁的效费比极低。另外，如果美国真的帮盟国在南海建设人工岛礁，必然会导致南海岛礁建设的升级。而正如报道中所承认的，美国显然无法赢得与中国的岛屿建设竞赛。张义驰，